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2月25号礼拜三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牡羊座，在今天恋爱相亲互有好感，一见钟情。双鱼座的朋友呢，在今天呢是身心和谐，健康好运哦，持续的瘦身。水瓶座的朋友今天是个人魅力最佳的状态，有生活非常的轻松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狮子座的朋友，请你小心酒后驾车，小心被罚；巨蟹座的朋友，请你注意小心感冒，注意保暖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迷彩的颜色数字1，土象星座请你用蓝色数字9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5，水象星座请你用黄色数字7。